Hello， 大家好。好多客人未安装过天花风扇，对天花风扇会有一定嘅疑惑。今日我就带各位去睇一个黄埔花园总共安装咗六支天花风扇嘅安装实拍，分别有飞利浦嘅新宿风扇，亦都有呢排好 hit 嘅 Amigo 天花鸿运扇，仲有一支 TY Lighting 自家品牌嘅天花风扇。废话唔讲啦，即刻去片睇下啦。咁早又喺边度啊？依家咧喺呢个黄埔花园第十期，登场，混浊中，好，转头呢边就装飞利浦，呢边就装一支友谊白色 TC。黄埔花园顶楼 FC570， 咁呢个咧就有两个改动嘅，第一咧就系嗰个吊杆咧，咁啊用咗短杆；第二个 LED 咧就将原本36伏飞利浦嘅 LED 咧升级咗去72伏，光过之前一倍，流明有6500个流明。咁啊，同埋可以多咗校光暗嘅功能。好，依家试机效果，我哋先试个灯先。黄光、自然光、白光。好啦，咁依家我哋试下点样吞色温、微调色温，一路咧由黄去到白之间都可以用个 remote 微调，然后可以每个状态都可以校光暗。本身飞利浦系做唔到呢个效果嘅，呢个系经我改装。将入面嘅结构改咗，可以做到啦。校光暗，好，吞色温快速，呢个系白光、黄光，呢个自然光。你望下幅墙 ，OK。嗱，呢度因为顶楼嘅楼底系高过喺普通嘅黄埔花园嘅。好啦，咁依家灯我哋试风扇，开第六速。FC570 呢个厅呢度100平方尺到啦，咁我哋睇地下嘅嗰啲胶带效果啦，地下嘅胶带效果同埋啲纸啦 ，OK， 呢度就系呢个新装嘅，未胶墙啊，睇一张纸嘅效果，睇啲胶带嘅效果，好，咁另外咧，我哋都帮客人做个规划嘅，就系呢个柜门，大家呢度睇喺度边，我将个灯熄咗呢度啦，睇先。好啦，呢度有啲难睇，我都照睇啦。睇啲咩呢？睇一隻柜门，我帮客人规划过、计过，俾个顾问。好，一边，另外呢边，即系话咧，开住风扇开柜门咧，系唔会有撞击嗰个风险。好，闩翻个风扇先，咁就大家就睇到啦。熄风扇。慢慢收落嚟，慢啲，大家睇到个距离嘅。嗱，呢啲咧系要预早规划嘅。我呢度咧预咗5cm 距离，咁啊俾呢个客人安排。咁当然安装部嘅同事都系要做得好先得啦。OK， 试完呢一支客厅，转头我哋再试饭厅嘅另外一支。好，飞利浦 FC570。好啦，呢支 FC570 完咗之后咧，就系另外一支。咁客人有一个要求嘅，呢啲灯都需要全嗰个灯都需要做到校光暗。咁飞利浦本身我改咗入面嘅结构，可以做到校光。依家试另外一把风扇，好，呢一把风扇 ，OK， 开灯，好啦。咁呢个把风扇咧系有叶嘅，咁本身个柜门咧嗱呢度易睇啲，就已经就咗噶啦，绝对唔会扫到。咁呢个 remote 点样做 reverse 咧？揭开后面电池，呢度一粒呢粒就拨咗佢，咁咧就系呢个相反方向啦。左边就向下吹，右边就系向上吹。OK， 你而家试埋效果。依家由下向上望，顺时针转，咁佢咧就系呢个向上吹嘅 reverse 啦。依个就系个 reverse。咁平时喺呢度食饭，如果又想空气流动，又唔想觉得啊啲风吹住张台，咁咪用 reverse 嘅功能啦，一样有6个速度。OK， 咁如果我想向翻下吹，都系用个遥控啦，停咗佢先。咁之后咧，依家咧就俾个声流佢向翻下吹。好啦，咁依家咧由下向上望。
由下向上落，逆时针住，啲风就向下吹。系啦，咁佢嗰个拉手，系拉手咯，系嘛？咁呢样咩？我写到啦。我知啦，我知个。O K， 冇几错。好，呢一间系一间细房，有碌架床。呢个系飞利浦 Amigo 细 size， 开就。好，呢个系可以校室温。这个可以明叫黄光，校到最光叫黄光，周围都好光。校室温，呢个自然光最光，好视风扇。咁啊，风扇好，呢支装完就系隔篱嗰间房，呢支另外一间房好，墙壁就系开咗，到时功能啦，开灯，校到最光。灰色、自然光、黄光，好，我哋望下呢块板，黄啲，好，之后到风扇，好啦，依家系向下吹紧嘅，向下吹紧，熄咗个灯，咁依家咧试一试反吹，反吹酸近啲俾大家睇下，反吹揿一粒掣就得噶啦。一粒，慢慢有个风扇叶，低相反方向转。OK， 反吹运作正常。试埋翻个正吹，开翻灯。好，呢间房收房。好，第三间房，呢间房大啲。OK， 粉蓝色，我哋啱揾个光睇下先。好，开灯。依家系白光，透光啲。依家白啲，嗱睇呢个白啲，黄啲，黄啲，唔同色温体嘅样板嗰啲颜色咧会有转变嘅。OK， 好，熄灯，试埋个风扇，靠近啲，依家系静止嘅，开最大风。好，依家啲风系向下吹嘅，好，揿个反吹掣。反吹正常，好啦，开翻个灯 ，OK， 收房，好啦，呢个就主人房，啊，灯底闪啊，同翻个产品线，开灯。好，试埋个风扇。大家留意到嘛？呢啲咧就叫可视闪屏。飞利浦呢个系冇可视闪屏啊！呢条灯系唔系我哋做嘅，咁啊，即系做翻个识别俾大家了解一下。OK， 好，收货。各位啱啱睇完影片嘅实拍，你就知道原来飞利浦天花风扇系可以改装做到光度升级一倍，遥控以及智能电话调光调色温，亦知道 TY Lighting 自家品牌天花风扇系一个高品质、多功能，仲有特长五年保养嘅产品。至于 Amigo 天花红运线，又可以校光暗，又可以调色温，最适合梗系放喺房啦。我讲紧嘅系细 size 啊，所以各位睇咗咁多我讲嘅影片实拍，你就会知道点解我要推介天花风扇呢个产品俾各位啦。因为安装天花风扇最大嘅好处就系环保悭电悭地方，一物多用。至于点样环保悭电悭地方，一物多用呢一个就唔系三言两语讲得晒啦。所以你想了解更多更清楚，我 Tommy 欢迎各位朋友喺营业时间嚟到我哋湾仔1800尺只此一家嘅实体陈列室，我亲自面对面为你解答。另外提提各位朋友，我哋嘅营业时间系中午12:30去到晚上嘅6:30，逢星期五休息。最紧要嘅嘢要讲多一次啊，系逢星期五休息，因为星期五系最忙，门市一定要休息啊。各位如果鍾意以上黄埔花园六支天花风扇安装实拍嘅影片，记得俾个 like， 订阅 TY Lighting 嘅 channel， 咁就已经免费登记咗成为 TY Lighting 嘅会员，尽享会员嘅购物优惠啊！多谢大家收睇，下一条影片再见，拜拜。